發言。陳偉業議員，主席就就翻呢個嘅特首辦方面嘅組合同埋即係有關職員嘅方面咧，頭先我講到呢個嘅特首辦主任即係邱騰華，即係絕對不適合即係擔當特首辦呢個主任嘅職位，咁所以咧理應呢個嘅刪除。你睇翻呢個特首辦主任嘅工作咧，頭先我講咗頭嗰部分咧，先係涉及到同政黨聯絡等等咁啦。其中亦都有重要嘅工作咧，就是、有關特區政府工作及重大政策的研究及調查，與中央政策組緊密合作，與掌握民意民情。嗱，呢一方面即係過去都好多人批評咧，即係有關好多政策研究，特別同中央政策組嘅即係所謂嘅研究咧。即係全部係黑箱作業嘅，好多報告喺研究之後啊，不但冇即時公布啦，而事後要求攞啲報告睇咧，即係都基本上係全部拒絕嘅。呢個涉及到公帑嘅開支啊，同埋涉及到政府政策嘅釐定，同埋呢個嘅對社會政治時事等等嘅掌握咧，完全市民咧。甚至係立法會咧，係無從知道究竟你做呢啲嘅研究，究竟係咪合標啊？即係達到某啲嘅要求同埋水平。咁因為最近就有翻呢個嘅港大民意調查方面咧，即係好多人都有好多嘅意見啊，又話佢某啲嘅準則咧，某啲嘅研究咧係缺乏呢、這個合理嘅解釋，或者係咧唔符合某啲嘅期望同埋要求。咁喺學術上咧。即係亦都有啲親中嘅人士或者內地嘅學者咧，係有啲嘅評論。但係涉及到中央政策組同埋呢個特首辦主任負責嘅工作，以掌握民意民情嘅工作嘅基礎，即係完全呢個嘅冇喺度嘅，係嘛？啲議員唔喺度聽咧，亦都唔掌握到我哋講嘢，一間批評我哋嗰陣時咧，亦都缺乏基礎，所以再傳召王國興歸隊主席點人。必须